不老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我的专辑 Mirrors， 所以也是我人生第一个专辑，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听一下，谢谢。首张专辑中主打歌的风格和表达情感是怎样的呢？其实这个专辑 Mirrors 镜子，就是在说通过一些感情或者一些痛苦去表达，以我个人的故事里面是用八种不同的感情去表达的。 Bullet to the Heart 这首歌呢，就可能是那种我最痛苦，通过这个痛苦我好像受到很大的折磨，但我愿意去承受这个折磨，因为我很爱你，又爱你又恨你的这种。我恨你可能是因为我受到这个折磨，但是我爱你大于我恨你。这个专辑会有什么彩蛋吗？比如有些花絮啊或什么？所有 MV 的制作的花絮当然会有，这是基本的。那其实这个专辑也有自己的我设计的周边。周边大概什么时候会面试呢？面试就是专辑出来的时候就面试。听说这个专辑封面有你参与，就是这个专辑封面是上面是我画的，但当然有非常专业的一个设计师跟我一起去最后把这个东西拼成最好的状态。但整个设计啊，跟逻辑，整个故事啊，整个其实那个专辑的封面里面，可以说80%都是我的思想，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才能够代表我吧。中韩美 3D 工作节奏对你的音乐创作是增加了创作素材，还是增加了难度挑战？也没有，就其实不管在哪个地区活动，也是一种体验了。对我来说，就可能让我知道，哎，原来现在的音乐的世界是这样的，在某一个国家原来是这样的，然后在咱们这里是这样的，然后在其他国家是那样的，就有一个更深的了解吧。这样的话，对，也是因为这些得回来的一些经验，令到我创作音乐的时候灵感会来得更多吧。那如果遇到创作瓶颈期的时候，会如何调节和突破呢？我觉得这个东西，音乐也好，跳舞也好，画画也好，都是一个艺术的东西嘛，就也这个东西是逼不了的，你硬去干是做不了，就做不了，这个东西是不是这个是什么科学可以研发出来的一个东西，也不是数学可以就是拼成完成的一件事，就非常个人化的，而且非常是感情化的一样东西。所以如果不行的时候就那不行，就可能休息一天或者休息一段时间，重新把自己洗一洗，自己把自己整理一下。网友总结你是音乐里的性感 vocal， 综艺里的逗逼，舞台上的男神，还有私底下生活最真实的你。如果让你来 one pick 作为自己的神秘 idol， 你会选哪个？我会选择我就是王嘉尔 Jackson， 我就是一个喜欢音乐，而且一个喜欢自己做自己想做自己爱的事的一个人。最近男明星的身材会成为热门的话题，给你个机会选择自己身材最好的部分参与这个 PK， 你会选择哪里呢？我不参加，我没到这个地步可以参加，我就觉得健康就好了，又不是健美比赛，现在干嘛是干嘛呢，就是健康就好。最自信是哪一部分？最自信啊，也哎呀，这你确认这是他们想问的问题还是你想问的问题？我最自信啊，我就那里啊。哪里啊？就是哎，不说了，我自己觉得，首先我没有想要比赛，别把我放在这比赛里面，我要退赛，求求你。第二，这是我自己觉得的，这是我自己觉得个人的感受想法，人鱼线。
你不要最后只是把我人鱼线剪进去，我前面说了一大堆话呢，你就别人让人家哦，王嘉尔什么鬼啊，你凭啥，你明白，别这样，不是那么好，真的我觉得。然后今天还有环节叫做我从来没有做过，嗯，做过超过三个就要接受我们的惩罚。好嘞。我从来没有因为创作而崩溃过。我没有。如果没有就是 yes。 没有就是 yes。 对对。我从来没有跳舞的时候忘记过动作。有。 no。 有一个咯。有一个咯，就是你就直接来惩罚呗。OK， 来。我从来没有被辣哭过。辣哭啊，辣到哭啊，我没有。拜托了，冰箱上是哭了吗？流泪了。但这不是我真的投入感情的去哭的，这是对，但是辣是辣出眼泪出来，但不代表我在哭，哭是真的，哎，我好伤心，这个对，所以不算。那好，我从来没有跟朋友约会迟到过。就赶紧来那个惩罚吧，这是好了。有啊，当然有迟到过。其实刚起床，但是就跟他说再就快到了。yeah。 我从来不会用自己的照片做屏保。我用啊，有些时候小时候之前，现在也在用我小时候跟我妈妈跟我哥的一个家庭照。就是还是 no 咯。 no 了。那就三个咯。但就三个咯。咱们你开心咯。咱们做一个你比较熟悉的环节，看到他会比较熟悉哦。是什么？哦，不不不，哇哦！可以给近这镜头展示一下，还记得是什么时候的？这就是我们战斗吧，我跟小白哥、老肖哥一起闯关的时候，一起读过的一个词。您从三部分各选一条读一下。黑灰化肥灰会挥发发灰黑黑灰花会飞灰黑化肥会挥发发黑灰为为飞花化为灰，黑化肥会灰会挥发，灰化肥挥发会发黑。黑化肥会灰会挥发，灰化肥挥发会发黑。惩罚通过，谢谢。我下面是一个来自粉丝的统考，需要你答一下卷子。然后分为两部分，一个是理解题，一个是阅读题。好嘞，那些拼音吗？一些是缩写，都是一些网络用词、网络用语。啊，第三个对不起 ，DBQ 对不起。可以求救，我们全都告诉你。不求救。倒数第三个，心急吗？你的心很急吗？不是。那你可以按照你的理解写，没事，没有标准答案，你觉得对的就是对的。真的不知道。第一个是 nobody cares， 没有人在乎。哇 ，OK。第二个是你说的对。啊，你说的，就这么讨厌打字吗？那以后所有的文字写，你写论文都是用这个缩写了。你问那个教授看不看得懂？第四个是打扰了。Okay。 然后下一个是血雨腥风。不知道什么意思。OK。然后下一个是小姐妹，饭圈小姐妹，不知道，就是追你的小粉丝，然后两个小姊妹、小姐妹，小姐妹，对。然后下一个是夸你的漂亮哥哥，漂亮哥哥，谢谢。下一个还是夸你的盛世美颜，哇 ，SSMY， 我还以为是什么牌子。阅读题，分别用普通话和粤语有感情的朗读 ，Jackie， 看到好看的东西。我就想起你，
十项全能样样好，千年一遇没得挑。什么时候有空听我的新歌呢 ？Jackie， 睇到好睇嘅嘢，我就谂起你。十项全能，样样都正。千年一遇，冇得拣。几时得闲听我新歌？好难哦，好像在学校。反省一下我这个回答题的状态，就是，不考这个试，给我零分吧，不读这一科了，对，就放弃。